你们就看一下巴不巴适就要得了啊，巴巴适适的嘛哈。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现在皮肤越来越白了？就比之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白了。那时候在楼村里面晒太阳啊，那时候我去楼村里面玩了就晒黑了，现在到城市里面来就变白了，是不是？谢谢点赞，大家一起点点赞，关注一下，谢谢开，谢谢天天开心啊，欢迎我姐姐。感谢我姐姐的大力支持啊，正能量正能量，谢谢谢谢我的天天开心姐姐啊，欢迎你来到直播间，感谢你支持阿伟啊。对家人们啊，咱们玩笑归玩笑，赞赞已经跌到120万了，咱们把赞赞突破130万好不好，谢谢你们辛苦了，感谢点赞。我跳不来，知道我跳着跳着我就感觉好尴尬，因为感觉有点那个啥，怎么说呢，看起来有点那个啥，有点辣眼睛，是不是？好不好看，有没有感觉跳起来？我怕你们笑我，知道吗？我有点害羞，唱歌吧，是吧？可以哦，你们说唱什么歌？来，还是迟来的爱吗？还是头滑吗？唱头滑吧，好吧。你们说唱什么歌？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是不是？公屏上打出来唱什么歌，家人们？
头画是吧？可以啊、哦。那就来一首《头画》送给大家，然后就结束了，好吧？迟来的爱是吧？迟来的爱，刚刚不是唱过了吗？对不对？然后现在就换一首嘛，对吧？等一下，就唱《头画》吧，好吧，家人们。唱完头发然后再跳一个舞我就下播了。那个换头的我自己说一下。哦。完了。这个唱。不要垫到你的手了。这个插板。上板改天让他们弄一下，这个好，技术不亮，哎、又不行。可以，开一下机电脑。不行，电脑开机亮，没有亮，它一会儿一会儿呢。可以了，不要动这个线子。家人们，你们说听什么歌？是不是头画？头画是吧？给咱们家八一倪姐点点关注，还有八二，给八一八二点点关注，好吧，家人们。我这个我等一下下播了，我再去洗个脸，好吧。我的眉毛好看吗？我的头发是吧？那就唱头发吧。等两分钟啊，刚才电脑那个啥了，电脑记住不亮。改天我弄一套声卡啊，弄一套声卡，不然这个唱出来没有那种感觉，没有那么的好听。头发也要露皮啊，露皮，然后发朋友圈啊，家人们，记得露个皮，然后发个朋友圈，好吧？我用这个车钥匙唱一下，因为那个没有那个啥，没有话筒。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主播，我也不是专门搞直播的，对吧？我就给叔叔阿姨们聊一下天这种，所以呢就也没有搞那些，知道吧？但是也要搞一下，我咱们没有关注阿伟的，给阿伟点个关注啊！这个号是我以后都用这个号直播了啊，家人们。我以后都用这个号直播了，然后呢，大家给我的这个号点个关注，好吧？免费的点个，给阿伟点个关注，好吧？以后我就唱歌跳舞给大家看，好不好，家人们？喜欢阿伟的，给阿伟点个关注，好吧？说实话，刚才有些人说你做到了吗？或者怎么样？怎么说呢？其实两个人，走不到最后，或者走不到一起。走不到男女朋友，那也是有两个人都有原因的，知道吧？不能只怪一个人，知道吧？不能只怪阿伟哥。你们也都知道，一方面这些事情真的我不想去提了，知道吗？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如果你们猜得到，对吧？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我当初为什么要带出来？我不喜欢的话，我当初为什么要在楼梯待那么久？对吧？这个大家也都有。不用脑子想，又后脑着想，也都想得到，对不对？这些事情，但是很多原因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啊。可能真的，我这个人嘴有点背，我不会说太多，知道吧？不会说什么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我不会去说太多。反正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些事情呢，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啊，我们也说过，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以后。还是好朋友，对吧？有这个机会的话更好，没有这个机会那也没有关系，做好朋友也挺好的，对吧？不一定非要在一起集会干嘛的，真的有这个机会更好，大家都希望嘛，对吧？没有这个机会那也是做朋友也是很好的，所以呢大家就不用特意的就去提这些话题，提这些过去的事情，真的说实话，我们也都知道，粉丝们也都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走在一起，
但是有些东西不是说想在一起就能够在一起的，很多东西不是说都是上天安排的，最大知道吧？所以很多原因不是说我阿伟不想跟阿紫怎么样了，或者阿紫不想跟我怎么样了，不是这样子的，真的很多原因说不清楚，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反正真的一提到这些事情我就回忆这些就有点心里难受。我你们知道我最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很有压抑，开心不起来。今天想跟大家开心一下，都你们又提起这些事情了，就我就心里又难受。反正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咱们以后就少提这些过去的事情了，好吧？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然后你们能够认识阿伟哥，你们关注了我，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你们觉得我阿伟不值得你们做朋友，对吧？你们把我取关了也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我留得住你们的热意，留不住你们的心，任何一个人都一样的，知道吧？不管就是身边朋友也好，不管就网络上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也好，一样的。你们觉得阿伟对吧？现在阿紫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那个了，你们觉得不喜欢我了，不想看我了，你们就取关了也没有关系的。反正我还是那句话，以后有机会的话更好更开心，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的话就更好，走不到一起那么也互相祝福，对吧？不能那种怎么样的那种，好吧？谢谢家人，谢谢大家，谢谢家人们啊。我是一个男孩子，所以可能很多都是你们都觉得我的错，都是我的原因。其实两个人不是你们说的那么那种的，很多东西呢我们不想在网络上逼逼赖赖的去说一些杀害粉丝们的一些话，知道吧？啊，所以呢大家希望能够理解，就对吧？我们都说了好聚好散嘛，好朋友一辈子，对吧？以后我阿伟能够帮助的地方，我能做到的地方，我也会尽力而为，对吧？好朋友，对啊，如果有这个缘分的话更好了，因为现在目前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知道吧？谢谢把三给我收了礼物，还没有来得及感谢大家呢，给咱们家把一理解啊，把一理解，还有把二啊，我跟理解点个关注，对哟，还有把二我们家的黄姐啊，感谢黄姐的大力支持，还有把三啊，杨姐啊也大力支持，家人们给把一把二把三点关注好不好？对，谢谢大家。对，刚才我在唱歌的时候他们给我送礼物了，对，送礼物了，我没有来得及感谢大家。方便的话咱们给把一连一下麦吧，好吧？把一姐姐你方便吗？方便的话给你连个麦。感谢点赞，谢谢。不是主不主动的问题，家人们，有些东西主动不一定是好事儿，知道吧？不是说我不去那个，我真的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我自己都这个样子，我不想再去伤害任何一个人，知道吧？说实话，啊，第一我自己的个人的，对吧？我们咱们首先不谈其他的嘛，咱们首先不说其他的，咱们第一点，我自己我个人的事情，现在这个样子，公司一套乱，公司都没有领税，对吧？第二点的话，我爸这边也没有认可我，对不对？那我不这些不处理好，我不可能去杀害人家，知道吧？我现在这样子，对吧？他也过得很好，他现在找到好工作了，然后老板也对他很好，那这就 OK 了嘛，对吧？朋友之间这就很好了嘛，那难道还要让我去干嘛？去打扰人家，那叫打扰，知道吧？那不是叫关心，那不是也叫帮助人家了，那叫打扰人家了，知道吧？那天你们也知道了，我们两个连麦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呀，对不对？他现在很好，然后呢只想好好工作了，就不要让我去打扰了，这个意思懂了吗？难道还不明白吗？大家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去纠结这些过去的事情了，好吧？家人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顺其自然，以后该来的都在路上，知道吧？属于你的就一定是你的，上天安排的最大，好吧？
来，家人们，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对的话扣个一，好吧？我看公屏上直播间1400个人，有多少叔叔阿姨哥哥觉得是我？那你就跟阿紫迷说，我还没有迷说吗？家人们，我就是因为我个人的事情也不确定这个样，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这就是给他带来一些伤害，知道吧？所以上次我们两个连麦的时候，我们两个已经输了呀，对吧？他父母那边他也打了电话为他父母，然后他父母都不同意让他跟我在一起，我爸这边也不同意，所以我们两个就先就是各走各的路线，对吧？我们两个那天连麦输了的，直播的时候人气都2万多人气，看我们两个直播。哎呀，那天我们两个连麦都输了的，知道吧？连麦都输了的啊。阿紫那边他爸跟前两天就给他打了电话来啊，他